王爷的头就在这里，你有本事就来拿了。我的男人谁也不能动。休要胡言乱语。这最危险的人竟成了护自己周全的人，这太危险了，赶紧走，走。 阿定，这是西域传来的断魂散，你若走一步，便会七窍流血而亡。不信，你可以试一试。这不是王爷的物件吗？你从何得来？这是王爷给我的。你想，就你的好兄弟，本来玩个引蛇出洞，瓮中捉鳖。你们两个到底瞒了我多少事？对不起，我不是受王爷胁迫的，阿定是自愿配合，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引往大界。谁都别想走！ 来啊，我这儿有解药。王爷只身一人，恐怕有危险，你快去帮他。好啊，那你呢？好个蓄谋已久的叛变，少废话，你快走。好，老地方等你。苏宁泽，原谅我的一意孤行，我必须要去发射信号，调集兵，才能一网打尽这些幕后的人。 千万不要有事啊！求求楚王的兵快快赶到！苏宁泽，你一定要活着！如果是因为我害了你， 你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？我还知道，你不是属于这里的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一个卖花灯的，姑娘要猜个灯谜吗？时空错乱，聚双镯，流星驰入渡江河。难道你也是来自未来的人吗？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？时辰不早。 我该打烊回家了。希望姑娘早日解除灯谜。谢谢，谢谢。我找到他了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其实这个代价是在有的。我所说的我不是楚王，是因为我只有身体是他，灵魂并不属于这儿。刚来到此处，我孤立无援，才想着用楚王的兵符和阿丁商量着引蛇出洞。你放心，刚才我已经和他们接上了头，他们也已经赶往救援，阿丁会没事的。我也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过一次这样的人生，会变成个女王爷，喜欢上了一个一直要刺杀我的刺客。只是我有些不明白，为何尸身能够帮助王爷回到属于自己的朝代。你是说看到了奇怪的镯子？我也不懂，虽然我们那个时空科技十分进步，但也有些无法解释的现象。或许我为什么来到这里也是一个难解的谜题，又或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你偶然来到这里，可能是为了告诉我，仇恨不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，而爱才是。所以王爷觉得遇见了我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怎么，难道和我相遇你觉得是件坏事？当然不是，虽然我放弃了刺杀王爷的计划，但王爷身边依旧是危险重重。什么意思？咱们虽然躲过了一劫，但朝野的人依旧想要你的性命。王爷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呀，这不是你们古代人最爱干的事情吗？好，我答应王爷，王爷想去哪里，我苏宁泽就护王爷到哪里。我想可能是我本能，用所有交换前方有我在等，情到深处怎会舍得离分，只剩下你的气味还能保留余温。能不能再留一扇跨时空的门，飘落花雨时重逢。能不能再留一扇跨时空的门，飘落花雨时重逢。